我们特别的开心。是，那位蓝同志干嘛？哪儿去？去哪儿？洗手间哈。好，祝你成功。这还有不成功的？那万一呢？万一呢？那是嗯。谢谢。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，是心情还是格外的激动，开心呐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多说一会儿。嗯，说点什么呢？说点。你是刚来吗？哼，我笑了。对，你也没有别的方法了。这个说孙老师吧，孙老师这个人呢，很强大，很强大，嗯，特别有文化。有点有涵养，有知识能量。我呀，嗯，特别的喜欢他。上过大学吧？嗯，上过。什么大学？农大呀。农大，各位听见了吗？农大。嗯，农大你应该挤挤啊。到时候流到血液里头就够。我不如动个手术是吧？哪个农大呀？你说哪个农大？农包啊，是怎么着啊？农业大学，农业大学，哎，什么园林设计啊，土木工程啊，嗯，研究这个，研究非常的了不起。其实我们后台好几个大学生，都上过。于谦，嗯，于老师，北京电影学院，对，导演系，哎，导演系，天天导演，哒哒导演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导演是导自己演呀，不是自己导自己演吗？自己导自己演，像话？上两堂课瞎了。导演指导表演，指导表演，哎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嗯，哪天吧，孙老师。嗯，哪天上我那儿？我上你那儿干嘛？我搞搞你。嗯嗯。有点太突然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都不懂。就是我，就是我弄一弄你。比那个倒是直接多了。不是你要干嘛呀？你要辅导辅导你。谁呀？我。你辅导我什么呀？文化啊，知识。你对，您等会儿吧。嘿，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弄死我。哎，我那么大脾气。我不是，我可有文化有知识。对，我上过大学。嗯，我比于谦他们都强。对，你要教我文化，教我知识。对，那这么说你比我有文化呀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没有。你瞅这模样了吗？我看出什么了？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个潜行了。你真是的，你有什么文化？你文化大了。你什么文化大了？文化深了。呦呦呦。你说说，你有什么文化？你什么的？你什么学历？大学。这都是我的校友。怎么就像你的仇人呢？这是不是 你什么大学？什么庞各庄？什么庞各庄？都过去了，北大的，还北大的，哪个北大？北大照相馆。啊？哪个北大？我问你了，我问你了。这可能你们校长孩子。是吗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打广告来了，这那就是北京大学，没听说过，是不是北京大学？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没上过大学，你教我什么呀？照样可以教你文化，照样可以教你知识。你能教我什么呀？没有上过大学，就证明他没有文化吗？那你高中上了吗？高中得上了，高中要是不上，说相声算诈骗。哦，高中哪儿上的？我现在就是在诈骗。欣赏你的诚实。嗯，我没有上过高中怎么了？哎，对，我没有骄傲啊。不是，我也没有自豪啊。你说还不知道害臊呢。台下坐着的各位，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，我看看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哇，真不要脸这帮人啊。那时候那小朋友没到上高中的时候呢，那是。你举什么手？你没有上过高中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我师父也没有上过高中。郭德纲。对呀，你能说人家没有文化吗？哦，我师父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。
你是不是会抄啊？那是照样有文化啊、哦。高中没上过？没呀。初中呢？初中得上了。初中要是不上，我没有上，怎么了？看什么？自己都编不下去了，你看。起什么哄？一个个的，都买票了吗？都一个个的。初中都没上，还教我呢，还。初中没有上，很正常。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调戏老师，后来被开除了，知道吗？你等会儿呢？小学四年级都调戏老师了？那，你小学四年级多大啊？18。18，小学四年级，那应该是10岁的人儿。18，哟，你这么留念四年级呢？蹲了8年呢？那可不是吗？啊，您这9年义务教育就用完了呢？早就用完了。啊，就9条命用完了呢。虽然这个学历不高啊，但是照样有文化，还有文化，照样有知识。我问你一个字吧，什么字儿啊？很简单的字，这是我研究的。您还研究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咱可以一起探讨，一起研究啊。好啊，就这么一横念什么？这么一横啊，嗯，这念一，念一，回答的非常的正确。那是。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，一。我问你，一共几个音？汉语拼的音啊？对呀，4个呀。4个，一声平，二声扬，三声拐弯，四声降。你看，就上过小学，对不对？4个音。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，是吗？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3个音。您就是说这个字典上只体现了一个音？对，生活当中用到3个音。对，哦，您研究的。一横念什么？一横念一啊，念一。嗯，这是一声一一，是一个了啊。一，这是几个？一个一一，这是2声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大罐这个钱买的，100块，100块，这是4声。是啊，神奇不神奇？神奇不神奇？神奇。但是我就这么神奇，我就问您一句话啊。您说。就是您研究这玩意儿有他妈什么用啊？是能换来穿的，能换来吃啊？就是为了消磨时间。多无聊啊，这个人。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。哎呦，还玩笑了。我研究的别的啊，您说说。我问你，上面一个铅，底下一个锂，念什么？上面一个铅，底下一个锂，念重。念重。嗯，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念什么？念出。二山为出，对，千里为重。没错。这个字谁研究的？字啊，仓颉造字。仓颉造字。哎，对，孔子刘书，圣人刘书。没错。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？他的问题就来了，哪个苍老师？什么问题来了？苍老师吗？不是，仓颉老师。哎，对，仓颉老。造字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。是啊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，人家就是给收集来了。从仓颉那会儿开始的造字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造字的时候，这两个字颠倒了。什么叫颠倒了？千里为出，二山为重。为什么呀？出门走千里啊？怎么走千里？必须要出去才能够走千里。千里为出，你看一山更比一山重，最重的东西是山，二山为重。造字的时候弄错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是我研究的。哦，行了。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就这么有文化，就这么有层次。哎，行，岳老师，就是您可能是小学四年级时候没教到我这儿，可能是。是我记得是上学时候老师也跟我们说过这字儿，是不是这种解释？就为什么叫千里为重呢？您想啊，这人徒步走出1000里地去了，他累不累？都累到这种程度，他拿一根羽毛他都嫌沉，他都嫌重，这叫千里为重。我开车。你开什么车呀？古人没有车啊。二山为出是对的，2座山，你站在这山看着那山，你得迈过那山，你得出去呀。二山为出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为你鼓掌。我还为你转身呢，我还为你。了不起啊，没有难住你。废话，我上过学。我再问你，中国的文字很多音同字不同，很多字同音不同，有的一个字好几个音，多音字，有的好几个音能找出很多字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可是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只有一个字，一个字一个音，
哦，就这个音，就这一个字儿，再也找不到别的字。什么字儿啊？命，生命的命。谁能给我写出第二个命字来？你说哪个字是生命的命？这个音，哦，一个字一个音，这是我研究的。为什么？只有这么一个字，因为生命只有一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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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呀，这是我还知道有一个字儿，没有了，也就是一个字一个音，没有了。有什么字？死。因为死也就一回。请你出去。我上哪儿去？我就出去。您这研究都不严谨，这玩意儿。这是开玩笑。我跟你开玩笑了吗？这样吧，我最有能耐的。最能耐什么？对对联。还对对联了？你出个上联，我对个下联。是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出上联，就能对下联。对。那对联规矩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哎呦呦，上联是一个字，下联就得一个字。是啊。上联是两个字，下联就得两个字。哦。上联是一万个字，下联就得一万个字。一万个字？对。那得多高的门框啊！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。我们家改读报栏了。嗯，没有啊，这就光字数要求。嗯，韵律还有呢。当然讲究了。是啊，讲究天下无语不成对，老话，天对地，嗯，雨对风，嗯，大陆对长空，没错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，这是规矩。你看，还真知道，你说还是。上学时候跟你瞧书，可能是也。当然了。哎呦，你要让人家夸你呢，你怎么美了是怎么的？哎，这么着就是，您说您能对对联，那就是怎么个对法？我们就是有人出上联，您对下联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就我出个上联呢。我能给你对下联。哎呦，就这么大能耐。哎，那我要说一个字呢？我能对一个字。好，那我就说一个字。好，我听您怎么对啊？嗯，我的上联是上上。嗯，我给你对。不上，哎哎，对，等下趟是吧？公交车，谁问你？我这一个字俩字儿，他上，我跟你对下，上对下，上对下，哦，忐对特，忐忑，阿对欧，呦呦，阿斯德对阿斯洛，哎呀哟，呦呦呵，还什么都会，还上对下，哦，就上天对地，我没问，雨对风，我没问，大陆对长空，我雷隐隐。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我平仄，平仄，平仄。哎，我问你了吗？那韵律那个说一遍得了，我问你了吗？你对完就完了呗，你告诉我上对下不就完了吗？上对下就完了呗。你听我这上联，嗯，我这上联是天。天，哎，我说这干嘛？我天对地，我没我这雨对风，我也不长记性。对长空，行行行，雷隐隐，我送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。谢谢啊，对，我也是讨厌，我告诉你，我给送嘴里去了，你说。啊，天对地，现在我、嗯、就后边您对完就不用说后边那大套啊，好，行吧、嗯，就是天对地哈。那我这上联是盐，盐，盐对醋。那、嗯、盐，哎，等会儿，哎哎哎哎，盐怎么对醋？盐是咸的，醋是酸的，盐对醋。哦，盐对醋，哦，盐怎么不对糖啊？不工整。哦，都是粉末的。哦，你过来。盐应该对什么？我就不，就这么拧，我就对醋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孩子说你能把我怎样？你看，一会儿你上后台找我。我看这意思，我出不了厦门了呗，我啊。那是你的死结到了。好，盐对糖没有啊？我服了，我服了。盐对糖啊，大哥，你是我大哥啊。
盐对糖。没，盐对醋是对的，对糖不工整，都是白色粉末的不工整，明白吗？固体的对液体的，这是对的。盐就是盐什么？对醋。盐对醋。好，对不起啊。因为人家工整，小朋友，你这生活还是少阅历，可能是。哎，那听我这上联啊，我这上联是好呢。好，好对歹。好怎么对歹？好对坏、啊。好好歹歹。好运啊，好运。哎呦呵，好好歹歹。哦，好不能对坏，对坏不好。这没有问题吧，兄弟？谢谢啊。闽南语我都出来了，我为了配合你啊啊。好运。哎。哎、多难受听着。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？是对炮。是怎么对炮呢？你一支是我就挪炮，是对炮。下象棋，你看看。那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对的上联啊？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对的下联。我这是上天言好事，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。您等会儿，岳老师，腊月二十三，岳老师，您不是这么对的。您不是这么对的，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？下。天地盐醋好歹是炮，上天盐好事，下地醋歹炮，什么玩意？下地糖歹炮，没听说过，爱谁歹谁歹，什么玩意儿？对的，这叫着赖谁？不灵这个啊，赖你。怎么赖我啊？一个字一个字的崩，我给你出一个上联吧。你给我出啊？啊！哎呦，你有什么好的？听这个啊，我听听，听好的啊，你来好的。上联是三四五六七，斗地主吗？哦，三四五六七。对，啊，那我给你对，石沟荡客清，封顶啊。你躲开，你躲开吧。四五六七八。凭什么呀？你对五六七八九，啊，七八九十沟没有啊？石沟荡客清。好，听我的啊。一把就封死，我跟你说。我给你对。什么呀？魑魅魍魉，魑魅魍魉什么？每一个字都带一个鬼，四个鬼俩炸，炸死你！哦，魑魅魍魉，每个都有一鬼字边。魑魅魍魉，怎么它就这么多？四个鬼，小鬼，四个鬼。那我给你对，我给你对四大天王。那也不行，刘德华、郭富城不是这个，庙里那个，这那也不行，魑魅魍魉。哎，我给你对，琴瑟琵琶，哎，先不要鼓掌啊，先不要鼓掌。琵琶我知道，琴瑟是怎么写？合着不会写呀？就这么跟您说吧。这每个字相同的都是上半身是两个王，每一个字上面是两王，这四个字八个王，四炸。你跟我闹，你再赢我那就是死鸡，兄弟们。牛牛啊，好，听我的啊。你还有？我给你来一绝的，来一绝的。嗯，上联。嗯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您这不能喝呀，这玩意儿。什么不能喝？那海水不是咸的吗？你注意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这边念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嗯，这么念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哎呦，你给我出去。哦，两边念是一样的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。哎，这有点意思了哈。怎么样？我想想啊，你有主意吗你？上海自来水来自海。哎，你听我这对着啊，听我这个，您再说一遍您那个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您听我这下联。嗯。山西运煤车，煤运西山。完了吧？又死机了吧？魑魅魍魉，这，来回绕，炸死你！没天甭来这套，我再说一个，你也对不上来。没，我不会的。你听我那个，我这上联是：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
我给你对上海自来水。您这一个上下用啊，山西运煤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万遍你也没戏呀、啊。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我给你对13800031。那我要说13700007031呢？13600006031。13500000531。13000000031。哎呀，13200000000。17600000761。00671。反正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叫，您这不怎么样啊？正格的啊啊！我呀这么着吧，给您出一绝对。好，行吗？好，您听我这对的上联，给您出一绝对。好，我这对的上联是，听清楚了啊。嗯，说。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说完了吗？完了。听我的下联。还有下联。我给你对：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哎、不是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不是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没腰里头别着个喇叭。不是。说提了塔嘛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，别喇叭哑巴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，你拦着我点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谁跟你说绕口？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不是绕口令，白白拐半棍儿。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绕口令谁不会？哎，我说的是绕口令吗？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？我说的对子上联，怎么那么些蟹，那么些足啊？您听我跟您解释，这是本人的实事啊。啊，去年8月15，嗯。你想8月15，大家吃月饼、喝黄酒，还有那个，啊、还有吃这个螃蟹、啊，赶上这个秋天嘛，吃河蟹。嗯，我母亲呢爱吃这个河螃蟹。嗯，我就给我母亲买了一篓河螃蟹。哦，就吃螃蟹这事儿，您听着啊。螃蟹蒸熟了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先吃这个蟹的身子啊，把这蟹腿都掰下来，这蟹腿又叫蟹足，就搁在桌子上。啊、这身子呢，全吃完了。我妈呢觉得还想吃不够，怎么办？一看没有了，就看见这个蟹足了，嗯，就把这蟹腿儿又全都吃了。吃完以后还不够，就是这对子上联，您听清楚了啊？啊，说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我明白了。多有趣！就去年8月15，对。吃螃蟹，嗯，你母亲吃完那个螃蟹就觉得不够，又吃完吃那个蟹腿儿，嗯，吃完蟹腿儿还不够，是。然后你通过这件事情，你总结了一个对子上联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啊，我就去给我妈再去买了。好孝顺，好孝顺啊！哎，通过这个事儿，我弄了一个对子上联儿，真孝顺，真孝顺。啊，吃足仍不足。这让你说完了，我怎么还不孝顺了？哎呀，听我的下联，你就对下联就行了。哈哈，你听着吧，你来。下联是骑驴磨腚啊，骑驴腚哟，骑腚还磨腚、啊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叫我们那都吃的，你怎么还有腚呢？这里这是我的实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前两天春游，我们都去玩去了啊，很多人都骑马呀，骑马，有骑那个。马呀、啊，骆驼什么？骆驼什么、啊？他也骑马了。我骑了。他那马一会儿就变骆驼了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我骑的就是骆驼、哦。本来就是骆驼。本来就是骆驼。我以为你骑啊，给他骑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像话。我不爱骑那些。是。我骑驴去了。驴个儿小。他那驴后背，他那没有那马鞍子呀。就是铲骑呀。他就磨我的屁股。哎呦。我这怎么办？往后吞一下吧。是啊。我吞到了驴的屁股上。屁股还屁股。没成想还磨我的屁股。是啊。这就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啊还磨腚。去你的吧。